啊，尊贵的各位大德同修、同学们，晚上好，晚上吉祥。我们开始学习，今天晚上学习内容是学习两篇逻辑学内容，然后接着学习奥州妙法。好，我们今天首先学习第十一篇，是第十一篇吧？然后再学习第十二篇，这是接着上次来的矛盾律的学习。我们继续进行矛盾律学习。这是第四矛盾律学习的第三讲。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举一些有关矛盾律的这个例子，以便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什么是矛盾律。这里呢，我们举了些例子，下面我们就对这些例子进行解读。第一个例子。运动物体是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地方，又不在同一地方。这是黑格尔在辩证法里面一句很经典的话。但是我们说这句话是违反了形式逻辑当中的矛盾律，因为这句话它肯定了物体在同一地方。又否定了这种肯定，显然是违反了矛盾律。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运动是间断性与不间断性的统一。这句话呢，也是辩证法里面很经典的一句话，在什么是间断性、什么是不间断性上面含混其词，我们无从判断间断性和不间断性是否指的是同一个对象的同一个方面。因此，我们把这句话打上了问号，它只是有可能存在着违反矛盾律。我们再来看胶片，我们看第三个例子：运动既有间断性，又没有间断性。这种话，即便是什么是间断性不清楚，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违反了矛盾律，因为它既肯定了一个东西，又否定了这种肯定，所以违反了矛盾律。再看第四个例子，张三今天穿的外套既是红色的，又是白色的，这句话很明显也违反了矛盾律，因为它既肯定了是穿的红色的，同时否定了这种肯定。好，违反了矛盾律，也就是违背了逻辑呀，就讲说话没有逻辑性。大家还记得什么是逻辑吗？逻辑就是正思维，也就是正确的思维。那么这里说话，它就是违反了矛盾律，也就是说它没不符合逻辑，也就是说它不是正思维呀，它不是正思维。我们再来看第五个例子。张三今天穿的外套既是红色的，又不是红色的。我们比较下。第四个例子和第五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在逻辑上面是完全等价的，都违反了矛盾律。再看第六个例子，同事之间既是合作关系，又是竞争关系，这种话同样是含混其词的。我们不清楚他所说的合作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他说的竞争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因此我们无从断言它是否违反了矛盾律，就很难判断。生活中好多人也这样说呀，大家不是听过没有？说，哎呀，说那是什么人呢？哦，他是我的竞争者，也是我的合作者，他既是我的竞争者，也是我的合作者。其实我认为是很有道理。人说竞争有竞争的理由，说合作有合作的理由，因为是该竞争就竞争嘛，该合作就合作，不能太理解，不能太死板了。你不能说啊，你有竞争怎么合作？合作怎么竞争呢？好，关于这些啊，希望大家理解都不能太死板了啊，活一点就可以。我们来看第七一个例子，同事之间既是合作关系，又不是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即便是不知道他到底说的合作关系是指什么，我们也完全可以断言这句话违反了矛盾律，因为它既肯定了一个东西，又否定了这个肯定。好，关于这张胶片的讲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举这些例子，是向大家永远的记住那句话。逻辑追求的是确定性，任何不确定的东西都很可能隐含着逻辑矛盾，就是不确定的东西隐含着逻辑矛盾，也就是说隐含着不，隐含着邪思维在里面。
我们再来看狡辩这个例子啊，在这宪法，在宪法的序言里面有这么一项内容，大家看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的第一章总纲的第二条里面有这么一项内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下面我们对这个例子进行一个解读，存在着违反矛盾律的可能。从序言里面，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共领导这句话里面，人民指中国党。从第二句话，也就是华人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我们可以得出人民有全部选择中国共产党。好，这样宪法里面这两句话，不论是否构成前提或结论，这种关系都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为什么呢？一块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吧？一方面呢，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就是矛盾的。因为这句话就说明人民是有权可以不选择中国共产党，前面说又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那么这两句话构成了矛盾啊，违背了矛盾律。我们来看狡辩，这里呢，我们再举些例子，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矛盾律。我们看第一个例子，上帝是万能的，于是上帝一定能找到一个办法将自己杀死，同时上帝也一定能找到一个办法，让任何杀他的办法都杀不死自己。我们对这个例子进行一个解读，从上帝是万能的这个前提出发，能够推导出来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出在上帝是万能的这个前提上面。我们再来看狡辩第二个例子，上帝是万能的，于是上帝一定能否定逻辑，因此无法用逻辑去说明上帝能否杀死自己。我们对这个例子进行一个解读，这个例子在逻辑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不违反矛盾律。我们再看第二个再看第三个例子，上帝是万能的，于是上帝一定有能力让好人下地狱，上帝也一定有能力让好人上天堂，这取决于上帝如何选择。我们对这个例子进行一个解读，这个例子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也不违反矛盾律。我们再来看狡辩第四个例子啊，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上帝有能力造出一个自己都举不动的石头吗？这个问题我们在初中时代呀，同学们就开始讨论了，说上帝是万能的呀，那么上帝能有能力造出一个自己都举不动的石头吗？啊，这里就有问题。下面我们对这句话进行一个解读，这个例子的提问本身就无效，这个提问本身无效，这句话等价于上帝是万能的，但有一块石头上帝举不动，那么上帝能造出这样的石头吗？这就是矛盾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违反了矛盾了，因为你既然假设上帝是万能的，你就不可能从这个前提得出上帝有一块石头它举不动的这么一个结论，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是？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呀，本身是矛盾的，本身是错误的，不能这样问，不能这样问。那么回答这是没办法回答的，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错误。好，我们继续看，我们在这里对这几次交流所举的例子进行一个小结。我们所举的例子当中，大概可以归为两类，大家看胶片，一类呢就是直接断定导致的矛盾，就比如这是苹果，这又不是苹果，这句话既肯定了一个东西，又直接否定了这个肯定，这就是违反矛盾律的自相矛盾的。还有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间接推论导致的矛盾，比如说关于上帝万能的例子，就可以从上帝是万能的这个前提出发，推导出来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很多时候啊，我们说话里面的自相矛盾都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哪一种情况？就是间接推论导致的矛盾，间接推论导致的矛盾呢？比如说就是上帝万能的例子，上帝既然是万能，是吧？那么就推出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你说上帝是万能，又说上帝自己能不能举起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呢？可能吗？
不可能，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上帝自己都举不动石头，就证明上帝不是万能的。它本身就这句话跟上面本身就是矛盾的。好，关于这个问答我们就学完了，很短，我们再接着来下一个第十二讲，下一个问答第十二讲，继续学习矛盾律。好，今天所教的内容也许对很多人来说比较困难一些，但是大家不妨先了解一些。我们只管学习，能懂就更好，不懂我们熏习一遍，熏习一遍的发些愿，将来呢就有因的情况下，我们理解起来就很轻松了。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幼儿班的逻辑学，幼儿班的逻辑学非常基础的。或者说傻乎乎的逻辑学，但是我们就连这点傻乎乎的还没有掌握呀，还没有掌握。那么高级点的就是我们佛法的因缘果的智慧呀，那就是高级的逻辑学啊。好，我们这里给出一个例子，就是辩证法的发展观。我们来看一看，辩证法否定了形而上学。在辩证法的发展观中，事物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事物之所以成其为自身的质的规定性。事物通过对这种规定性的自我否定，推动了自身的发展。下面呢，我们对辩证法的这种发展观与解读。辩证法的这种发展观，它违反了矛盾律。辩证法的发展观本身也是一种规定性。那么，按照辩证法的发展观的观点，这种规定性是不是也应该被否定呢？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如果将辩证法的原理贯彻到底的话，那么辩证法以及对辩证法的否定都是成立的。按照形式逻辑矛盾律的规定，这显然违反了矛盾律。如果辩证法拒绝这样的思考，那么辩证法就会成为自己坚决反对的形而上学的一种。这样，这同样导致辩证法违反矛盾律。讲到辩证法，我就想到佛教的中观的思想，在中论里面呢，一刚开始就是破因缘。佛教是很懂这个道理的。我们来看胶片，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个年代，他们并不清楚，如果一个理论系统内部存在着违反矛盾律的一种规定性，那么这个理论系统就可以证明一切具有强大的抗证伪性。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跃进正是借助于辩证法论证出其合理性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借助于辩证法论证出其合理性的，改革开放也是用辩证法论证出其合理性的。我们可能很多人去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所用到的这个理论，它是什么结论都可以证明出来的。好，再看矛盾律，辩证法的问题啊。最早是在实践当中被发现的。德国正是伴随着而的辩证法思潮的兴衰，才最终迎来了德国科技的迅猛的发展。在理论上面，对辩证法进行要到上个世纪初期的时候，逻辑学家们终于发现，如果一个理论系统存在着两个自相矛盾的规定性，那么这样的理论系统它可以证明一切结论。我们来看图。希尔伯特他曾经就说过，如果你证明了二乘以二等于五，等于五，非出一从罗素正是二等于四和二等于五通一个的逻辑得出。我们先来看看罗素的证明，罗素证明这是一个数学家呀，二乘二等于五，二乘二等于四的话。那么，有我们可以得出四等于五，两个罗素与某主教是两个人。由于同一等于二，所以说呢，可以推出罗素与某主教是一个人。诶，怎么呢？我掉了吗？请问大家，喂，怎么是说话了呢？他这个电脑啊，请问大家。没掉吧？怎么会电脑自己说话？你们听到电脑自己说话了吗？是啊，它有什么声音呢？好，继续来。
罗素的这个证明呢，在逻辑上没有任何的问题，问题就出在前提上面。罗素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予以概括：假如这个前提是很荒唐的，那么什么样的荒唐的结论你都可以得出来。我们再来看图，我们说呀，人类呀，他在漫长的岁月里面，他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得不使用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方式去认识事物，但是那些东西去认识事物，往往具有很大的一个主观性，也常常出错。那么如何排除这种错误呢？人类呀，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呢，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呢，就是辩证法所采取的这种方案，为了避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而使用存在着违反矛盾律的语言，把概念、判断和推理搞得没有什么确定性。还有一种方案呢，就是基于形式逻辑的分析理性所采取的方案。这种方案认为，人的认识总是可能出错的，这不要紧，我们只需要通过纠错机制来纠正这样的错误就行了。为了使人的认识的错误可以被发现，这种方案就要求人的认识不违反矛盾律。我们曾经在讲儒家是如何违反同一律的时候说过，儒家讲一以贯之，讲一气流通。什么是一以贯之？什么是一气流通呢？就是将基于孝的伦理关系运用到社会，运用到国家，甚至运用到宇宙万事万物。但是我们说家庭、社会、国家等等是不同的东西啊，你凭什么非得说都遵循一个道理呢？我们在讲同一律的时候说过，同一律就是不能把不同的东西啊当做一个东西，同一个东西来看待，硬要把不同的东西来看作同一个东西，既违反了同一律，也违反了矛盾律。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在家庭内部，情感始终是第一位的，家庭内部是非常注重情感的调和。儒家将伦理关系投射到家庭以外，这导致中国人看血缘关系以外的问题，也同样的注重情感的体验性，这是从小就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至今依然如此。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很好面子，什么是好面子呀？就是看问题啊，把情感放在第一位，把体验放在第一位。但我们说体验方式，他把握事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但我们中国人呢，至今乐此不疲，追求情感体验的一致性，就是强调调和，强调折中。那么如何调和呢？在方法论上就是强调中庸，中庸啊，中国人呢，喜欢把中庸投射到一切事物的认识层面上去。当然了，这也有易经的影响。我们来看交变，中国文化注重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直端取中，过犹不及的辩证理性。而形式逻辑代表的是一种分析理性，中国式的辩证理性是借助于情感、直觉以及语义上面的奇异性，在昏暗的概念世界里面横冲直撞。而分析理性则认为把那个含混模糊的东西搞清楚，才是最难和最有价值的。在中国的辩证法的推行，导致人们更加认识不到分析理性的特点和重要性。但我们不要忘记，辩证法离诡辩论有一步之遥。诡辩论，好，这一讲我觉得比较抽象啊，都比较抽象的。好，我们就过一遍吧。大家能懂就好，不懂没有关系啊，以理而根，用为道种了，有点印象也就好。好，这是关于这个逻辑学的学习，就基本学完了。哦，在学习奥洲漫画之前啊，最近几天，好，我看到大家分享了一些，特别是净师傅分享的一些妙法，我认为比较好，而且都有相应的忏悔发愿。还有意识吧，经常也有许多精彩的妙法，这里面也许都有啊。好，希望其他同修都能积极的把自己所感受最深的、感悟最好的这些妙法呀，经常与大家共享一下。好，我们来看一段，我们往往就会不高兴、发脾气、火冒三丈，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在了业，而是在相续啊。我们不是在寻求解脱。解脱不是在了生死，而是在相续这种产妇相续生死啊！因为你又在随烦恼，随烦恼走，又在追云做梦啊！我们忏悔，深深忏悔，来不来呀、就不高兴，就发脾气，遇事就惊，发
处事就乱，甚至别人一句话、一个神态表情，我都要火冒三丈。是愿我及其众生等正如的都能惜嗔恚火，处事不惊，遇事不乱，能随缘了就业，不再造新殃，不再相续缠缚，不再相续生死。好，再来一段。关键我们要是那莫容负的基因，那就注定了，只能做到他那个份上。现在想转变，你就要知什么？要知道烦恼是怎么样把你一步一步毁灭掉的呀，一步一步自我残害，一步一步变成神经病，他是怎么样搞？要精确的知道的怕，而且怕得要命，那你就成就了。那么莫容负是什么样的基因？它是什么样的本质？大家知道不？什么样的基因？什么样的本质？就见利忘义，大家记得吗？主要就是见利忘义啊，见利忘义，见利忘义，在他心中只有利益，没有什么义，没有什么朋什么哥儿们义气啊，没有什么义气的。他最大特点就是见利忘义，见利忘义啊。好，我们发个誓愿，誓愿尽未来际，遍及时空处，就是因为和能力，不再复制，莫容负自私自利、自我残害，见利忘义。孤家寡人的基因，并能清晰知道烦恼的毁灭性、败坏性，精确知道到怕得要命，快速圆满百里诸佛的基因，广恒利益众生，愿永恒牢记。人见利忘义，就会失去一切；真正维护义，失去利益，他拥有一切。所以不要怕自己失去了，不要怕自己失去啊，不要怕自己失去了，不要怕自己亏了。你只管去怎么样啊？维护别人的利益，只管去帮助人，永远没有错的。大家牢记这一点就好。但是我们的愚痴，我们的悭吝心，经常的怎么样啊？会阻碍我们，会阻碍我们呢、啊？去行持善业，去造这些慈悲喜舍的大业，去行持这些慈悲喜舍。你在得到的每一下，都会把自己的福报耗尽。人在享受别人给予的种种好时，要心生惭愧啊。而有的人还在一个劲的去享受，这样就会很快消耗光的。如果家家户户都是惭愧、忏悔、感恩，那么家家户户都会幸福。这三样可以与所好的福相持平。如果不会做，那就天天吵啊！这是意思，我跟我们分享的，特别是最后一点。中间呢，我曾经常说呀，就是别人给你好处，或者别人不管给你什么好处、利益，我们常要生什么心？惭愧心、忏悔心、感恩心呢？这样就可以怎么样呢？跟你所耗的福，跟你所得的东西相持平，要不然你耗不起的呀，你耗不起，一旦耗光了，你就一无所有，就是个穷光蛋了。我们忏悔，我们忏悔，也带别人忏，也带。忏悔呀，也代替众生忏悔，在享受别人给予的种种好时，不但不心生惭愧，不但不心惭愧，不忏悔，没有忏悔心了，还无惭无愧，不争的，一个劲的去享受，傻子就是傻子，一个劲的享受，结果就只能是很快的把佛菩萨恩赐的那点福报都消耗光了。是愿永恒心怀感恩，感恩一切，带着真实的惭愧感恩心去接受一切的好。好，我们看下一段，真要学习啊，学习。修行关键要顺利，你们就是混，一混几十年，一辈子一辈子就这样混。你们总认为知道了就是修成了，实际你知道了跟你修成了一点关系没有。所以说，我说逮到狠练，知道是最多是个理论的，修成我们不说修成，训练你连训练都没有，谈什么修成呢？所以知道训练修成，它是完全不同的档次。我们要忏悔，也带一切众生忏悔啊！无始以来就只喜欢搞点表面功夫，啃点可怜的西瓜皮，还以此为乐，甚至整天看着佛法学了很多，就如同背着个大药囊，不去服药，不愿意，不喜欢，不注重训练，混了一生又一生，甚至还愚痴地认为我知道了就是修成了，你就是训练还没开始，怎么叫修成呢？所以知道跟修成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啊，就训练都还没有。实际知道跟修成一点关系也没有，对比之下，心花怒放的随意赞叹，大家也尊者，他注重实修，他就是实修专家。他听佛讲完一场法会之后，立即就去实修狠练，甚至没练成就不出来的强，那个成就出来那个强厚善根因缘和能力。愿我及一切众生遍及时空处，快速成就如是来自超胜的圆满佛的功德能力，利益一切众生。那个净是我这个强厚善根，没有听说这个词啊，
你听说这个词了吗？强后上根，强大的呀，深厚的上根呢？强后这个词没有见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词啊？见过这个词了吗？强后，强后啊。是的啊，这艺术说这个很重要啊，不然的话你自己这什么都没有，你拿什么还给众生？你什么都没有，关键是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没有能力，你怎么去帮助他们呢？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强后不是强后吧？深厚，对，没有见过这个词啊，没有见过这个词。我们尽可能不要用生僻的词，要用大家熟悉的词，或者是能查到的词啊，深厚是吧？深厚，深厚，好，那就深厚上根因缘了。好的，继续。若修悲心，难施能施，难忍能忍，难作能作，已是已故，一切善法悲为根本。就是你修了悲心，难施能施，难忍能忍，难作能作。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啊，只要你去给众生拔苦。你就会获得无限的利益，所以你就一定难食能食，难忍能忍，难做能做。你有智慧呀，你有智慧，一切善法悲为根本，没有悲，你根本就做不下去。大家想是不是？没有大悲心的，你做不下去啊，是真话呀。这个我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善男子，若人能修如是悲心，当这世人能坏恶业如须弥山，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人所作少许善业，所获果报如须弥山。就这一句可过瘾了，就凭这一句，你就会想办法去背一下，不背也得背一下，因为就那一点，为什么不背就也得背一下呀？因为就那一点背呀，就能搞出那么一大块儿，就搞得功德太大了。他成就的功德很大很多，也很快，他比慈厉害多了呀。慈只能让你得利益。得好处啊，他不能让你拔除你那，不能让你呀消除那些恶报，所以这个悲非常殊胜，这个比太殊胜了，也就是说等于你一个秤砣就可以搞出那么多的重量，跟那个秤砣原理是一样的，你做一点点就把你以往造的恶业纵然那么大没了，所以叫这个比，它什么叫比呢？就比例。这个比例呀，就是说实话，就一点点的呗，得到一千、一万，甚至是无量的功德呀。就是你搞一点呗，它就能让你建立一座功德山，灭除一座恶业山。你想想厉害不？那个说实话，就慈了不起是让你建立功德山，它不能破除，它不能破除，它不能破除你的。业障山呢？它破不了，它破不了的，它破不了啊！比如说，你看到谁抬东西很吃力，你过去帮一下，你就让他这种很吃力的苦得以缓解，那个就算一种悲了。悲的重点就是及时的化解别人的苦。我们在这里讲着讲着，比如说你哪一天想起来我讲的这个句话，哎，就不错，这个悲呀，它就起到这个作用了。因为你把这苦给拔了，把这苦给拔了，就今天我看他起发写的不错，他本来就天气很热，但是厨房就很热，他根本就干不下去的。但是他想到我跟我学的这个法呀，就说不要去感受苦啊，感受苦就会放大你的苦，你的苦本来只有一分，你会把它放大成10分乃至100分呢。不要去感受，你只管去做，你不想赚钱吗？别人送上的钱还嫌少。是吧？还嫌别人的单，那个单呢太少，那就傻呀。所以启发我不知道在不在啊？不要这么傻，对，要用智慧。所以，他那块就好了。好，他这个苦拔除了，好，真的厉害。我也起了这个心，哎，就修了一毛啊，修了一毛啊。所以感谢启发，感谢大家，真的就是能够拔苦。好，再一个就是你迷，因为刚刚他那个除了拔那个，还有他迷惑的苦啊，他的迷惑也拔除了。我们就从理论上一个拔除啊，理论上，比如说你本来不懂，哎，通过别人一讲就拔除了，啊，就净师傅这些妙法，还艺术这些妙法，我看的，哎，我也很受影响啊。虽然我有的学过，有的还没学过呢，就即使学过，重新再复习，复习100次、1万次都不过分，
都不过分的，这些无上的妙法都不过分，非常好，非常好。而何况还要忏悔，及时的忏悔发愿，这就非常殊胜了。好，那你就看呢，只要发现了别人有苦，你就可以才做的好，你就拔出是什么苦。比如说，那个净师傅这个断法，一直这段法，本来我以前理解的不透，现在我看了之后，我就理解比较透。他就拔出我什么苦？拔出了我的迷惑之苦啊，迷惑之苦，迷惑之苦。如果你们发起那个心了，啊，确实要拔出我迷惑之苦了，你们真的达到这个效果了，就达到了呀。那个不存在，你能做到不能做到，不要管你什么做到做不到，拜你说了，你只管去做。啊，就做错了，你都有功德的，大家还记得不？因为你发心是正确的，因为你发心是正确的呀，你发心正是正确的，你最少还得一分，还记得不？还得一分呢。做人什么都做错了，真的，你发心是对的，还可以得一分，那就这么好呀，就是很殊胜啊！赞叹拜你的智慧辩才，把悲的关窍实际操作方法说得如此清晰明了，太欢喜，太佩服了。是的，啊，所以抬东西很吃力呀。谁需要你去帮一下呀？正好你去做一下，是吧？抬东西很吃力，或者推东西、拖东西很吃力，提东西很吃力，你帮一下呀？你们可能是真不知道啊！人长期的坐着，已经坐的肌肉丧失了力道了，丧失力道，都肌肉萎缩了，大家知道吗？肌肉都萎缩了呀，他都不知道。你看我这也挺粗，没用。拜你说，是他大腿还是胳膊？没用啊，已经丧失了力道，无力，哎，就粗有什么用？好人很肥很胖也没用啊，因为你没有力道。自行车对我来讲，那简直对我太太太，我都可以玩出花样来，我可以骑几个小时最快速的。我没事，哪知道我上去蹬蹬不动，我想干脆我站起来，把整个重量压在一条腿上，结果倒了，像个木头似的倒啊。好像是在日本吧，到观世音那里去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个事。我们深深惭愧忏悔呀、啊，无始以来总喜欢贪舒服，甚至长久的坐着懒得动，懒得一屁股，就是懈怠懒惰，动都不愿动。反正不愿意动，就是一种长期以来养成的懈怠懒惰的恶习呀、啊。誓愿永恒牢记恩师慈悲叮嘱，生命在运动啊，远离肌肉萎缩呀，牢记生命在运动，没有运动。你就快接近死亡了，就快接近死亡，就快接近死亡啦！好，马上接着学习澳洲妙法。哦，这样的，今天拜你生今年的生日圣诞晚会的节目，我已经搞出来了，好，与大家共享一下，好不好？题目是上师的佛陀行，上师的佛陀行的，好，欣赏一下，我们就接着学习了，好吧？就接着往后学了，风清佛小方解义，现在翻译。没有水中捞月亮，只是一边发欢喜。沉浸在人文的意境中，一遍遍真思维。唯愿诸佛垂驾护护，能理解颠倒心。那是上师慈悲心，见我心点点寻。人世魔心欢喜满满，去向了佛陀心。苦口婆心要叮嘱一番，恨顺一切众生，自道我能铭记大悲，是快速的菩萨心。佛陀心，佛陀心，上师的佛陀心，开示我若慈悲喜舍。每时每时每随时谈到谈到和存在需要，
学生自成其愿，尊贵的班里上师，圣诞快乐，法体安康，吉祥如意，长久住世，广度众生。还有一遍。奉亲佛小方济，一心在翻译，没有水中捞月亮，只是一边发欢喜，沉浸在人文的意境中，一遍遍真思维，唯愿诸佛垂驾护护，能一切颠倒兮。那是上师慈悲心，将我心点点寻，人是魔心欢喜满满，去向那佛陀兮。各个波心又定住一番，恨水一句众生，直到我能铭记大悲，是快速的菩萨心。佛陀心，佛陀心，上师的佛陀心，开始我若慈悲喜舍，没事没事没水是谈到，谈到何存在需要。学生再一次自成其愿，尊贵的班里上师的佛陀行，永远影响震撼加持学生及各位好同学的一切心行，同时也无尽感班里上师为我曾经演示的一切佛陀行。谢谢。就欣赏到这里，大家也要积极的积极准备这些节目啊。好，因为拜你这块大福田呢，我们真的很难遇啊，很难遇，很难遇到啊。我们搞一点获得，能够获得很大的福报，甚至获得很大的善根呢啊。希望大家努力啊，努力。我这个也花了几天了，我第一天是早晨搞搞搞，哎呀，只是想出个思路，想两个小时啊，搞出个思路，大致的没有想完整啊。第二天就是昨天基本上写出来了，基本写出来了，还不完美，用了两三个小时。今天早晨又用了两三个小时吧，用了两三个小时啊，继续把它啊把它修改完美一点，然后呢，我再练唱了5到10遍吧，就差不多了。因为这歌曲是年轻的时候唱的，外婆的澎湖湾比较熟悉，就成了。连续3天，每差不多搞了10个小时，就差不多搞了10个小时啊，就这一首歌啊，花费了十个小时，真不容易，是真的。就写的东西现在三业艰难了，还好就是不能求己，所以我开始我都准备放弃了呀，因为想的都不是自己所想的，哎，最后就是把我自己所想的我都写出来了，我想写的我基本上都写出来了，最后所以自己最后比较满意，差一点放弃了啊，也不容易，希望大家自己都要努力，都要努力哦。哦，意思是说老师已经很厉害，我有时候一两个小时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这个要灵机，要灵气。我今天就找到，昨天啊，第一天没找到，第二天呢找到了，这个求佛呀，我第二天第三天到今天求佛多，唯愿诸佛垂教护啊啊，灭我一切颠倒心，而且还愿我唯愿诸佛垂教护，愿我能够啊，能够写出最完整的、最精准的这个啊，赞叹班尼的歌，那些歌词啊，是啊，愿上那令上师欢喜，诸佛欢喜，乃至众生欢喜啊啊，多拜几下，多求解就好了。靠自己真不行，我发现了，靠自己真不行。所以有时候只有以祈求佛菩萨加持啊，是的，还有练唱啊，对，我练唱今天很轻松啊，了不起唱了10遍到15遍吧，了不起啊，只唱了10遍到15遍，因为这个歌曲我比较熟。
就是我只借助描述我自己怎么样写论文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吧。就从这件事上啊，里面谈到了大悲行啊，谈到大悲行的，谈到写论文，谈到翻译论文，谈到了啊认识模型，认识模型呢，等等等等，就是最近所学最重要的，还有大悲是快速的，是快速的菩萨行的，而且是获得最多的，收获最多的菩萨行的。那意思我应该很清楚，是吧？你记忆应该比较深了，因为你整理了，这些都是最近的重点，都是最近的重中之重了，重经重中之重。就写了写，我还没开始呢，我还没开始，我等有机会再请教一下。我现在已经，我已经有一点思路，思路还不强啊，我该看的基本看了，还有两个文档没看。还有两个查一查，不是前不久班里有一次专门前半个月一个月左右专门讲了存购那个文档我还没找到，等我有机会来找啊。其他的我基本收集到了，上一次班里讲的重点我都记下来了，有一点思路啊，再继续。这个确实就是要先要把基本功练好，就是把资料都准备好，要想好，写起来很快，就是想好写论文还有资料找，这。站堂班里这个资料一大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开始也茫然了，最后我就专门找就大悲翻译论文大悲这一块啊，从这块入手，就找一个点，不找一个点写不出来，写不出来呀，慢慢来，慢慢来。对对，一天写一点，是的，不要急，是的，急就一定写不好的，这个确实不能急，包括做歌曲都不能急的哟，都不能急，嗯。好吧，我把这个发到群里去，大家共享一下。好，你们欢喜呢，也可以借着我这个唱一唱，怎么样？是的，增长，就是把我的功德就是增益一下，增长一下，就谢谢大家啦，就谢谢大家了，那就最好了。我们借助学习，好，我把那歌词以及录音，好，发到群里去。好，与大家共享。你们欢喜的话也唱一唱。外婆的澎湖湾，根据外婆的澎湖湾改写的呀，好像这是当年是香港还是台湾的？好像是台湾的，是台湾的一首流行歌曲啊。原唱是那个叫做喷什么的，一个歌唱家唱的，喷念祖吧，叫喷念祖什么的。金师傅说，今天写论文急得烦恼发作，把电脑炸坏了。学生常歌唱，无始以来。身中急躁的恶业，这个不能的，实在不行就暂停，知道不？我本来想第一，我前三天我就想把这个写作拿下来呀，我想第一天把它写出来，第二天我唱出来，结果又多用了一天，结果多用了一天呢，我也受了一点情绪也受了影响，但是第二天我又开始写，哎，就写出来了，就早晨呢写了两三个小时，我都用早晨，其他时间我做别的事。哎，今天就完全的就起来，花一个小时就改出来了，最后花两个小时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用心呢，不要急，确实不要急，相信妄想。如果跟着妄想跑，一定会急，会躁，就会恨，就会怨恨的，最后就搞不下去，搞不下去的，搞不下去，最后就做别的事。是的，你就把别的容易的事做一做嘛，把别的事容易的事做一做，做一做呀。这个确实啊，是真的要调节心态，要调节心态。还有比如说，我就想，比如说有论文呢，有篇论文想重新呢，我就修改一下以前学的第八篇，那个我想投稿，我看行不行啊？我想投稿是那个吴翔师傅跟我说，我就重新再看一遍，一直有五六天过去了，我想重看，今天重看了，而且修改了，该改的地方他提出一个建议，有的地方我就改了。改了一下，其他的地方我都基本改了。现在只是标点符号，我再把那个文字改一改就可以，都设计好了。有一段我重新改了一下，我重新认真看了一遍，也重新该改的改，都是微调，都是微调啊，心中很满意，心中很满意啊。现在只是把文字调成那个什么，就是叫什么题啊，就是正文的那个题，把它调一下，其他的都搞好了，也设置好了，真好啊。我这个文章是符合他们那个条件，能不能中奖不知道啊，不知道，反正试一下嘛，试一下就这样的，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就是第八篇那个叫做三句偈，三句偈，论三句偈，论三句偈，就是我目前自己看完了，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题了，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认为自认为是比较，就是比较还可以吧，就这样的，就是查出好多问题啊。哇，以前我都没有查，我写完了就写完了，重新检查发现好，有些错字，有些地方重复了，有的不完美，至少发现20处问题。所以精益求精真重要啊，真重要的。哎呀，忏悔忏悔，做事不精益求精，不精益求精的，啊，总是啊混数，混数啊，啊，完成任务就好了，这样啊是过不了关的，过不了关的。而且今天有地方我也改了啊，关于前面的那个序言呢，祥师傅就提出他有，我有的是模仿他那个写的，他说这个老师说不是很好的，好，最后就修改了，修改了，哎，心中反正很坦然，该完成的都完成了，该完成的完成了，这是两件大事啊，啊，我准备再翻译一篇论文，好，翻译好了我就开始写，就开始写这个下一篇论文了，反正时间还够，这个论文又不能求急，有时候想写不一定写得出来。有时候要暂停了，所以意思净师傅这块，因为我是真的，我真心的、衷心的建议你们，不能求急，不能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不能说，别早上写不出来，下午该写，下午写不写，晚上写。我现在就是这样啊，不要说一定就是早上写，早上是确实我头脑最清醒，但是有时候就写不出来呀，哎，但是下午写得出来，晚上写得出来。就今天我改，我重新看了一篇文章，我本来就留到明天早上看。咦，但是今天下午状态我很好，很好啊！我就下午看，晚上看，哎，看到晚上我这边的澳洲时间8点、8点2、8点半左右，看了2个小时，看了2到3个小时吧，看完改完花了3个小时左右，花了3个小时左右啊。他有时候就是那个因缘到了呀，因缘到了，再来要求佛加持，求佛加持啊，一定要祈，求佛加持，一定要求佛加持，一定要求佛加持的。哦，写好2篇，好好，愿你们投稿成功，投稿成功。嗯，好的，到时候再请教你。他也告诉我好的方法，是今天真是学的较顺。嗯，是的，心性明体啊，对对，心性明体。嗯，是的，静师傅说冒了几念急躁，成为正在结束时还没来得及保存，电脑牺牲了，彻底死机了，哈哈，业感呢？你都报废了是吧？就没存好，对不对？哎呦，那可好可惜，那个也挺可惜啊！重新再来，重新再来，好可惜啊，好可惜。嗯，好，也愿大家投稿出名，早日成为无冕大法师。嗯，真好。是的，我想把我的论文呢，真的每篇论文想重新再写一遍，重新再认真写一遍呢。投稿啊，在台湾那边，到时候就是我也自己投，你们也可以帮我投，好吧？帮我投啊！我想重新修改，真的花时间呢，花时间。这个就是写论文，真正是验证修行功夫呀。它比背诵要难，它比翻译还要难呢。它比翻译还要难，因为翻译只是慢慢来，一段一段没关系。这个写论文，它要连续把这个完整的思路写完。不写完，你过去之后就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它是非常连贯，非常需要专业，非常需要专业。好，反正真的，我们还可以求佛呀。对，花了好久时间，好不容易完工，最后一步的保存没来得及，内心真是欲哭无泪。我也有一次，我不是写论文，我曾经也是，我是文档修改呀，20页差不多，我修改好了呀，哎，最后停电了，那是在家里啊，在黄梅啊，这黄梅，哎呀，真可惜啊，最后我又重新修改，又花了10个小时左右，因为那个很难修改呀，修改文档比整理文档还要难，是吧？意思吧？有感受没有？修改文档比整理文难多了。你整理不难，修改是最难的。修改比整理还要难呢，比整理就修改比整理难。所以你自己整理自己修改好说，你要去帮别人修改，那个很困难的。修改呀，是就是修改，花很多时间。对对对，重新来呀，重新来，重新来，好事多磨呀，牢记呀。敬师傅，义师傅，与大家共享啊！好事多磨。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名字叫《好事多磨》，我还记得《好事多磨》呀。最后主人公成功了，我记得有这个电影，小时候我看的《好事多磨》呀，《好事多磨》。嗯，是的，修改的不多，还好说；如果多，还不如重新打。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他们用软件那个，不要用啊！是，我说实话，没，是真的呀。那个很麻烦呢，很麻烦，你改不过来，
你改不了的，我跟你说，那个标点符号错误太多，文字失误太多了，说实话，老老实实的自己打呀，是，就是太多，那个很慢的，很慢，而且搞的人不是你不是整体思路，你自己打看起来慢，但是你是整体思路啊，就边打甚至还在边思考呢，你会得到很多的，因为你去修改，一心去修改，这改那改的，是借助别人的改，你改的心烦，你最后啊就改也没改好。而且义理也没有复习，也没有复习到，也没有学习到啊，也没有学习到。对对对，要质量，是的，很多麻烦的，很多麻烦，是的，很多麻烦。录音质量效果好，还必须普通话标准，不然错误很多很多，是的。而且好多，我现在发现软件对于同音字、谐音字，不管是英语、汉语，他们是没有办法的，软件呢是无能为力的哟。所以这个人就是活宝。我们自己修好了，学啊，是一个真正的有知识、有智慧的人，那就是活宝啊，那就是活宝。对对对，好多分不清楚啊，很多不是一两点。我这个也是有验证的呀。我因为英语翻译我用的比较多，我就发现，哎，那软件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翻译，所以还要靠自己哦，自己才是活宝呀！其他的工具我们聊过去借鉴一下。好，还有20分钟，我们接着学习，好吧？接着来哦。好，这文档我们学了77页，这文档啊，2020年5月1号的，继续学习。班尼，刚才说的吃这块，我就突然想到昨天一个例子，我就产生苦了。昨天不是从地里带回来的豆浆吗？中午放在这里。我记得除了豆浆，还有油条嘛。这两天不正好在练吗？我就想吃一样。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某某师傅跟我说，这一些都是我的。下午的时候，某某在那里热豆腐嘛。某某跟我说，这个豆浆我想着热一下，大家喝起来更好一点嘛。我当时我就苦了，我在想，不是我的吗？怎么又成了大家的呢？这是什么苦，各位？什么苦呀？这是我的，怎么成了大家的？对，本来是别人给他的，最后有个说，这豆浆我想热着一下，大家喝起来好一点的。这什么苦啊，各位？什么苦呢？爱别离苦。对，你有贪心，只要你要有贪心，就爱别离苦。如果不贪豆浆，比如说你根本就不喜欢豆浆，或者不贪豆浆，或者你有慈悲心时，有苦吗？你不会有苦的。相反，你很快乐，哎，别人喝了，哎呀，成就了你的舍，成就了你的慈悲喜舍呀。别人不喝，还没有办法成就你的慈悲喜舍，所以你感谢他，感恩他呀，是不是？所以只要你有贪，就有苦啊，贪就会产生八苦。所以我们研究贪为什么会产生八苦。你有贪，别人喝了，别人吃了，是吧？你就认为把我的罪夺过去了，我心中就苦啊，因为我贪不到了，所以求不得苦，立马就展现出来了。我跟你讲啊，没有嘛，干别的活不行，他干这个活啊，你还不是头一号。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干这个活，是他们两个在日本，让我偷看过，就干了你刚才那个活。这不是给我的吗？他就常干那个活的。她是一个女人，许万家到处许。那你前面说是他的了，你后面就不能再说是大家的了。一个女人许万家，听说没有？我就想起《三国演义》里那个貂蝉，还记得不？那个人呢？当时那个大臣呢，把貂蝉许给什么？这个又许给那个呀？还记得不？许给董卓了，又许给什么那个吕布啊？搞得他们最后父子相残，父子相残，叫一个女人许万家，她搞个什么让你们去扯吧，让你们去扯呀，那就是一个女人许万家这样会容易引起矛盾的，容易引起矛盾，知道不？这个叫也叫什么？脚踩两边船呐，对，那个王允呐，把一鱼貂蝉许给吕布父子啊，就是直接用那个离间计。害他们！实际上，我们不要用那些计策呀，害人干什么？我们要慈悲惜食。他放在冰箱里面，他不吃了呀，你别管，那是他的事。你在那块替人家打什么主意呢？
实际当时我也没想喝，我也是想分给大家喝的。但是他那一下就是说，哪怕要分，也是我去分呢。我就感觉为什么我的东西我还没说，你就替我处理了呢？我的东西就是贪，是吧？贪名贪利呀、啊，我的东西是吧？就给分了。我跟你讲，他对我都那样的，也就等于啊，他不是有意的，他不是有意的，那就是一女喜欢家，他就那个习惯。但是呢，他习惯性的就这样做，他做了一辈子，这一辈子人人都厌恶他，最后就是因为他这些个小节，他根本就是瞎扯。表面上他赢得你心了，随后那一句，如果他前面没赢得你心，他后面也不会你对他恼火呀，是。正因为前面那个他错，他铺设好了，完了，你对他恼火的那个种子，完了，后面再搞一下，就促使任何一个人一定对他恼火，因为他前面铺设好了。是，而且我还想分给大家吃，我都要恼火了一下。如果是说我没有分享大家吃，我自己吃，那不更不得了了？那我当时，我可能就不得了了。实际那个确实缺德，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种做法，他没那做法有问题呀、啊，是吧？只能引起别人恼火，很容易引起别人恼火呀。好，我们接着来，我脑子里面就是你说，就是说你可以随便吃，现在就是我们都吃好了。那如果那样说，油条也应该是他的呀。晚上油条我也不应该说吧，油条没说，就整个他这一堆呀都摆在这里，我说都是你的，就是我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说的那个，就是自己那个意识啊，你说都是他的啦，对，那就都是他的啦，你怎么会去分呢？但是他刚才只是恼火豆浆啊，为什么不恼火油条？油条也是他的呀？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你当时你说了之后，我就中午没想吃它，然后我就说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因为当时我说我中午不吃，我要把它放到冰箱下午吃，你还说了一句那随你，那就是我的嘛。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煮上了，我当时我学习完了出来，我是想到冰箱去找豆浆，我是先拿出来，先让它常温一下，不那么冷。等一下，大家喝的时候好喝。结果我过去一看，哎，豆浆哪去了呢？然后出来说实话，我还不好意思问。我看到毛毛在那边，我也没好意思问那个豆浆哪去了呢。我就过去一看，哦，煮上了。结果毛毛来一句：“我把豆浆煮上了，大家喝起来好喝吗？”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不是我的吗？怎么又成大家的嘞？在当时的时候。我本来也确实想供养大家嘛，当时我就在想，就即便是我的，那真是我的吗？也不是我的吗？好，大家就想啊，这里呀、啊，我就觉得，假如我不是这样想，大家想，好，假如你真想，你想供养大家是吧？你既然想供养大家，别人就帮你供养了。说实话，那感谢别人是不是？大家想是不是？你应该感谢别人，别人帮你供养了，你很免得还去动手。要不然还去动手，你要费心费力的，这样别人帮你供养了，成全了你的供养，我认为应该感谢对方了，应该感谢他。当然，如果说我不想供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我不想供养，他帮我搞了，那个恼火是正常的。其实关键是你想供养，别人帮你供养了，那我应该感谢别人呢，是真的，就不要去执着，就一定要我去供养，要我去布施，这个就是一种我认为是还是缺少智慧呀。愚是一种愚痴啊，缺少智慧，缺少智慧，多好呢！是啊，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智慧心、感恩的心，就不存在着这个想法了。是啊，不存在了。好，我们继续看。是啊，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是我自己去分呢？所以当时也就没有怎么样恼火，一念跟一念嘛。班里说你那是一念智慧起了调伏的烦恼，但是我们现在分析的不是你调不调伏烦恼的事，因为轻易的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再一个，说完了的人自己不可以把前面说过的话给忘了，记住说完的话不可能忘了呀，不要忘了，因为你忘了以后，别人并没有忘，别人你忘了，别人没有忘，对不对？这个时候就直接毁灭了自己的形象。
注意啊，所以说要么就轻易的不说话，又说了就要记一辈子，那自己这一辈子去做好吗？是不是你说的做事就一辈子，把你这个话说的真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就是很厉害是吧，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这样，要么就不说，说了就一辈子做到啊。所以说古人为什么说君子不党呢？为什么说君子不敢轻易承诺呢？为什么说一诺千金呢？那些承诺它的价值就那么高，千金的价格。所以说有的人说话我就记得那个谁就表现得极好，那个莫荣富他老爸表现得极好，只要乔峰承诺一句马上就可以死，莫荣富老爸承诺一句马上就可以死，你想一想他只承诺一下，为什么他老命给他，什么都给他都行，他只要他承诺一下，为什么好多人确实就达到那种，那真的是一种品质，大家想个面，那是一种品质啊，不是说你说到就做到，不是那个样，没有那个品质做不到的。所以我们都缺少那些根基，缺少那些基因呢，我们最低我们要积极发愿啊，差一点的呢再高级一点就去训练，再高一点就练成，把它练成了。实际人无信不立，像乔峰他那种一辈子说到做到的人，他已经建立了人的信。所以说他只一句话承诺了，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他一定会去做的，一定会做好。所以说呢，人家是属于立信的人，像我们这样乱说话的人都是这一辈子立不了足，乱说话的立不了足啊，有信则立吧，是吧，无信则不立啊，无信则不立。人就是凭信誉，凭这个信誉啊，立于世间，是不是？有信则立，无信则不立。是，我现在确实像以前没有分析，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这些地方，完全在自我毁灭。关键，我自己意识里面，我没有觉得我当时那个是在承诺，或者是什么。那好，我就每天试一试，看你哪一样最好吃的，你最喜欢的，我就送给你，你吃一口，我就拿过来。哎，来来来来来，你们分了。你只要吃一口我就拿过来，来来来你们分了，因为我本来已经送给你了，我就天天用这一招，你找一找感觉，或许找一次感觉找不到，慢慢找，据估计找一年应该找得到，你就知道你在给别人一个什么滋味。再一个呢，也就是说根本没把人当人，是吧，根本没把别人当个人呢，所以你才不在乎别人的一些事，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好像是故意戏弄别人一样的哈？那肯定了，这就故意戏弄。其实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不管你有没有那个意思，你杀他一刀，不管你有没有他死的意思，只要那一刀戳到他心脏上他就死了。那什么你有那意思你没那意思，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的意识里面没有觉得我这个就是有问题啊。白尼说一个女嫁一万个人嘛，就那么简单，就处处买好啊，处处买好，处处买好，就养成这个习惯，处处买好，结果不是倒了东家墙，是吧，打了东家墙就是倒了西边壁，是不是？一定会出问题的，惭愧忏悔。有的时候像这些事我自己无意中也肯定是有犯到，实际东西真不是一个多大东西，但是它给别人的感觉就好像你把别人的东西处理了一样，那种感觉。我碰到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你怎么说你说了就这么一点东西，但是它给人的感受它就是一个那样的感受，实实在在的感受。哎呀，我教你一招，再以后逢到这样的事呢，你就谢谢他，因为他对你恩德无量啊，因为他知道他给你那个你脱受不起，他这一下呢他都收回了，那他都收回了，搞不好你吃那一个白吃，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他都收回了，就收回就不用还了，是吧，啊，是啊，至少赚了一把吃的呀。所以说红恩浩荡要谢谢谢谢，要不然他形成了一种因果债务，那这因果债务你管他真福田假福田，要万一弄个福田那还太多了，所以说呢他那个还挺好，所以有智慧是不是挺好啊，他帮你分了还挺好，是啊，分了就少还一点别人，不欠别人的。我记得当时那油条豆浆啊是老沈做的，
豆浆老沈做的，油条是我跟老沈一起过的，我还记得，我还记得那个事，还用大锅搞的，还是用大锅搞的呀，大锅搞的。是，所以说有智慧就是处处安乐，没智慧就处处痛苦啊。是啊，实际那个确实蠢，那是毁灭自己最高超的手段。因为谁都不会说，因为说了都显得自己太差了。所以说呢，谁都不会说，但是谁都会心里耿耿于怀呀，是不是呢？不要去把别人东西随便给分了。牢记我们要做这个样，好吧？不要随便把别人的东西啊，把别人东西给分了，把别人的给动了，不要随便搞，这个是个坏习惯。因为你搞得别人总是耿耿于怀的，别人都怕你，对不对？最少别人怕你啊，不敢跟你在一起，不敢跟你在一起呀、忏悔，忏悔，肯定以前也犯了很多，一并忏悔。班里说他是一生这个习惯的，一生就这个习惯，同忏悔，忏悔。在竹子这里，在毛毛婆上那里，肯定犯了很多。就换位思考一下呀，如果别人这样做，自己有这个感受的话。自己这样做，别人也是肯定一样的感受。所以说，同惭愧忏悔，有好多时候，关键是自己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别人是不会跟你说的。好多时候，别人是不会说的，就是刚才说苦一下嘛，再说起这个事来，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说的。是的，一般人也不愿意说，得罪人的事，算了算了，亏就亏了一点，是吧？但是你在别人心目中怎么样啊？就降格了，将来别人也许就不敢跟你有所来往了。就刚才。说对这个吃的东西就苦一下，你看我本来就准备要施舍的东西，都很苦了一下，差一点给烦恼跑了嘛。哎呀，这个吃的真害人，够我们修的哈。要说难也不难，要说易也不易，不难怎么说？不难怎么说呀？要说难不难呢？石蛋芝麻树上摊，不是不难呢？也不易不不也不难也不易呀、也不难也不易。什么白事？这是什么？饥来吃饭，困来眠呢、还有易，白炒枝头煮食易，那是一家三口都好高耶。是啊，然后他们家谁说不难也不易呀、不难也不易。那是谁？哪一家还记得不？盘公一家，盘婆一家呀。庞居士是过去很有名的庞居士，很厉害的。他的老婆、他女儿都厉害呀，说的都是禅话，都能够啊，都是禅风相对，都是那个机锋相对，很厉害呀，很厉害。大家记得吗？易，白朝枝头煮食易是啊，难。就难，石蛋芝麻树上摊，我记得是不难也不易，那是什么呢？还记得不？不难也不易呀、一旦芝麻树上摊吧，我记得有一个不难也不易是一旦什么树，哎呀，反正有一个叫做就是一旦芝麻树上摊的，那个是难，那个是难呢、好，那个原话要找到就最好了。好，当时我们都学过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好吧？好，88页。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配合以及对我莫大的成就哦。